不久之前，姬和参加了即将发售的《艾尔登法环：黄金树之影》的媒体试玩活动，体验了这部资料片的前几个小时内容。这个视频将为您介绍针对《黄金树之影》目前我们已知的信息。此次试玩呢是不允许进行录像的，因此本视频所使用的画面均为官方统一提供的媒体素材。幽影之地的构成和游戏本体相同，在一块相对开放的区域中散落着大小不一的可探索区域，包括继承自黑暗之魂系列的大型香亭关卡，提供额外挑战的小型地牢，以及开放区域里徘徊的各类散兵游泳和据点。正如在交接地有黄金赐福来引导玩家一样，在幽影之地，玩家需要跟随米凯拉的脚步完成黄金树之影的故事主线内容。而在此之外的探索中，玩家可以获得物有所值的战利品、特殊的武器装备、法术、关键素材、道具制作书，以及对环学家来说最重要的，届时各种秘密的只言片语。在游戏初期，玩家可以挑战的较大区域有两个，一个是塔之镇贝瑞特，也是主线故事的所在。这是一个城堡主题的区域，巨大且立体，从下水沟到尖塔顶都是可以探索的，目测有不亚于史东威尔城的规模。区域的 BOSS 神兽武师想必就相当于恶兆马尔基特，在此之后玩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另一个是恩西斯城，一个卡利亚主题的中型区域，规模应该至少不小于日阴城。一些线索表明，在这里我们也许可以发现不少关于卡利亚和满月女王雷纳拉的秘密。追随米凯拉脚步的不仅有我们，还有很多同道中人，但显然这些人不仅身份种族各异，踏上这条道路的原因也各不相同，甚至不乏对神人出言不逊之辈，显然并非完全认同米凯拉的理念，相信玩家在旅途中会逐渐了解他们的故事和目的。如何与这些人相处，也将是玩家需要做出的选择。The Earth Tree is my people's enemy. By Marika long betrayed. Set aflame. I believe Mikela's apologies. When he says our delivery will come, but never will I see your kind as worthy.所谓米凯拉的脚步，就是在预告片中我们看到的这种光柱，它并不是赐福，只是神人到此一游的证明。玩家可以在每个印记下拾取到米凯拉的某种遗物，共分为两种，分别用于提升玩家和召唤的灵体在幽影之地区域时的能力。简单来说呢，就是类似于智狼的战斗记忆，通过比较概括式的加一加二加三的形式，整体性的提升玩家的能力。个人推测呢，这是一种变相的平衡和追赶机制，
毕竟游戏已经发售了两年，玩家进入新区域时的强度差距会比较大。游戏呢，通过这种方式来让不同强度、不同周目的玩家都能有相对合理的体验。不过这个系统的作用方式和实际效果还有待正式发售之后来观察，到时候几百级的猛士会不会嘎嘎乱杀，多周目玩家会不会留下激动的泪水，我们就只能拭目以待了。那提到强度，试玩版中提供的角色是150级，携带了不少新加入的武器和法术，同时也贴心的提供了足够多的洗点道具，装备也都强化到了25级。以这个状态进入幽影之地后呢，体验是比较适中的，我觉得这可以作为一周目挑战等级的一个参考。对不同的角色加点和装备搭配进行了一定的对比之后呢，个人感觉有这么几点体验其实是和游戏本体类似的。第一呢，就是一些强大的召唤灵体依然会提供很大的帮助，特别是在幽影之地，玩家还可以对他们进行强化，更不要忘记资料片还会提供更多新的骨灰。第二点呢，则是召唤帮手助阵时啊，大家一定要谨慎，因为召唤行为会非常显著的增加 BOSS 的血量，召唤多个帮手时则会令 BOSS 的血量进一步提升到一个很夸张的程度，并且会让场面变得非常混乱，所以这些帮手最后到底是帮忙还是添乱也很难说。第三点呢，是在大多数场景和 BOSS 战中，远程类打法显然要比近战轻松很多，这和本片也很相似。大型敌人和 BOSS 都有不少招数，对近战实在是不太友好。不过肉搏呢，也可以看作是高风险高回报的一种战法，近身攻击将敌人打出硬直，不仅可以直接处决，也可以直接打断一些看似难以躲避的攻击。当然了，其实这些都不重要，玩近战最重要的就是帅，再强也只是一时的，可能一个补丁啊你就嘎了，但帅却是一辈子的事。毕竟只听说过有武器因为过强被削弱，没听说过有哪个武器因为过帅而被削弱的。在幽影之地，玩家将获得大量全新的武器、法术、骨灰以及战技，这些全新的能力呢，也让玩家在战斗中拥有更多的选择，甚至是一些之前没有的全新打法。所以总体来说呢，黄金树之影带给玩家的挑战有着明显的提升，但游戏在系统层面提供的可能性也被进一步丰富了。所以和两年前一样，是用最硬核的方式正面迎接挑战，还是用最省心的方式去愉快的逃课，选择权依然在玩家的手里。艾尔登法环黄金树之影将于2024年6月21日正式上线。关于本次试玩体验的更多详细内容，欢迎来集合网收听我们的播客节目游戏茶话会。各位褪色者们，我们幽影之地再见。